好，各位，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一个讲座哈，也不能说讲座吧，就是一个线上交流。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一个是美联储的6月的一个会议前瞻，第二个是一个相关资产的一个价格分析。那么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就是会迎接美联储6月份的议息会议。那么对于这次议息会议呢？在我看来呢，会产生一个对市场的行情啊，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昨天看到的一个前瞻数据，美国5月份的一个 CPI， 它的一个表现是非常的引人注目。我们也不能说，就是说，也不是说它的一个通胀昨天下降到4.1%的这一个水平，它是有多好。有多差，但是呢，基于上一次的3月份的一个会议和这次6月份的一个会议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在哪里？上一次因为5月份的时候它是一个季中会议，所以它是没有一个美联储关于美国最新的一个经济形势和通胀形势和一个利率一个点阵图的一个信息的。那么这一次6月份的会议呢，确实会公布这些信息，然后加上通胀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所以今天从昨天 CPI 的一个行情来说，包括再过大概2个小时左右，也就是 PPI 的一个生产者物价指数一个公布，都会我觉得对市场呢产生一个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到了晚上北京时间应该是凌晨2点，那么澳洲时间的话，应该是晚上的12点左右吧，不对，应该是澳洲时间应该是凌晨4点半左右就会公布这个利率决议所以我们今天就抓紧时间，我们聊一下这一次利率决议的一个前瞻的一些情况我们先看一下5月份美联储它的利率决议说了点什么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3点比较核心的一些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宣布加息25个基点，相当于是一个鸽派的一个加息，这个幅度和力度，包括包括会后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影响。其实按照事后的角度，我们去看5月份的利率决议的话，它是一个鸽派的加息。那么加了25个基点之后呢，现在美元的一个利率它是维持在5到5.25左右的一个区间，但比较重要的是，但是在这次会议中呢，它比较重要或者说引起大家比较广泛关注的是一点，它的一个利率声明措辞有所调整，是对于加息的一个表述呢，从未来将要继续加息，然后变为或可加息这样的一个措辞，其实是态度有所转变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转变让市场是更加有倾向性的去解读为它是一个鸽派加息。那么还有一点，第3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5月份的会议属于一个季中会议，它是缺乏了点阵图和经济预测这样的一些相关信息的，所以这个就是5月份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比较精华和浓缩的一些点。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它加息了；第二个，它是把对于未来加息的这样一个态度，从很坚定的将会加息这样的一个立场，变成比较模棱两可或者比较中性的一个保守的一个态度，变成或可以考虑加息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是相信如果你们平时去看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财经媒体的报道，这些信息可能都已经知道。那今天我就是给大家单点提拎一下，就是这2点是比较重要的，是在上一次5月份的会议上比较核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因为5月份的会议它没有点阵图，所以这一次6月份的会议，它既然会公布点阵图，那么我们参考的对象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它的利率决议的一个点阵图的一个分布。那么我们可以从点阵图的这个特征上，我们去看到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点阵图它公布的这里给大家先科普一下，点阵图它公布的有哪些东西。第一个，它其实公布的就是这些有投票权的美联储这些委员他们来决定利率水平的这些委员，他们对于今年、明年以及后年，就是未来3年的一个利率的一个预期。然后每一个点呢，就是每一个小圆点，就是代表某一个委员他对于未来3年的利率的一个预期。但比较就是说无法透析的，就是说其中这个点，比如说2023年，你看有一个委员他认为美联储的利率将要达到 5.75 到 6.0 的这一个水平，那在这个区间里面出现了一个点，代表就是有一个委员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个委员是谁啊？是谁投的这一票，却是无法体现的啊。所以从点阵图上，我们更主流的想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19个委员当中，有多少人或者说多数派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利率的一个走向是什么？那么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在3月份的会议当中，有绝大多数的一个超过半数接近半数左右的一个委员呢，是认为今年美联储到年底为止，它的一个利率应该是维持在5%到5.25%，也就是在5月份加了25个 BP 之后，利率水平到了5到5.25这样一个区间，应该会维持到今年年底。这个是这些委员们在3月份的一个预测。所以这一次6月份的会议上，他公布的这一个数据就很重要，就是我们能观测一下，就是经过一个季度的一个变化，这些委员对于这样的一个利率的一个终值的预期，它有没有一些发生变化，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二个关键点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终值情况下，是有多少的委员，比如说3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23年的利率有一部分的有3位委员认为是在5.25到5.0的水平，然后又有3位委员他是认为在5.5到5.75的。那么很明显，这6名委员他对于目前美联储的一个利率，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就是鹰派的，他是希望继续加息，只有继续加息才能使他们的预期得到印证嘛，对吧？那么只有一个委员是认为 4.75 到 5.0 的这个水平就已经是合理的，并且是要到今年年底为止的。那么显然我们现在观测到的美联储的一个实际的名义利率已经超过了这个委员，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有多少人，就这一次的会议上有多少人仍然认为美联储在23年的利率会保持在5到5.25，又有多少人会认为利率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有多少人认为利率是会到一个更低的水平？那么它的一个多数派又落在哪个范围，对吧？我们整体要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很明显，你从23年、24年、25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什么？整体，因为会公布3年嘛，那么每一年它的一个预测的一个中值多数派的一个预期都会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那么为什么有参考意义？因为本身他们，你想这些投票的委员是谁，都是各地联储还有美联储的一些主席啊、副主席啊，还有一些比较重要联储的一些轮值委员，或者是像纽约联储它是一个常驻具有投票权的一个主席，对吧？那么这些人他们能做到一个地方性联储或者是美联储的一个票委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本身他们对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啊、利率啊等等这些特征，他们其实是有话语权的。那么一些有话语权的一些人士，他们给出的这样一些参考和意见，就是值得我们市场去关注的。那所以第一个我们平行要看的就是23年市场的就是说不是市场的预期啦，这个就是美联储官员们的预期是什么，然后对于未来3年的一个整体走势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那么从3月份的会议上来说，市场预期就是说今年相对的到年底的一个利率会比较高，到明年年底的利率会往下降一些，可能是回到4到4.25的这样的水平，然后长期就是仍然会回到2.75到2.3这样的一个水平。可以说在25年的市场的就是官员的预期，可能还是维持在美元的利率会降到3%左右的一个长期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那么右边一个中性的利率目标，这是啥？这是非常长期的一个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对于经济经济环境、经济形势以及整个经济周期最良性的一个政策性的利率目标，就是在 2.5 到 2.75 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所以整体我们能够明确的就是说，从美联储官员的一个角度啊，美元现在的利率已经接近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未来呢，它的加息空间一定是有限的，整体应该是向下的。随着经济的稳定增长，然后通胀的一个回落，那么美联储势必在未来必定会走一个降息的一个周期啊。那么这是3月份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次会议上就重要的就是什么？拿6月份最新的一个点阵图去和3月份做比较，看看这些官员整体的态度是更鹰派了，也不是说是他们更鹰派，就是看看他6月份的预期相对于3月份来说，他是走一个鹰派的趋势，还是走一个鸽派的趋势，还是说和3月份的一个预期啊没有太大变化。这个是市场将能够去进行计价的一个线索，就是市场价格怎么解读，其实就是出于这些结果，然后对应的啊投入资产、投入资金，去将你的预期兑现到一个价格中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6月份的会议上去值得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内容。那么讲完之前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对于6月份的一个会议的市场预期有哪些线索。从市场的预期来看呢，6月份的会议基本上应该是维持利率不变，也就是会按兵不动。这个结论呢，我觉得应该是没跑了，因为从第一个是从美联储的一个利率观察的一个工具，就是叫做 FED Watch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上来说呢，给出的概率接近 94%、95% 的一个概率是认为美联储不会在这次6月份的会议上采取任何的政策行动，不会有加息，不会有降息，就是维持利率不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概率和预期，就按兵不动的一个预期能上升到 94%， 完全归咎于昨天的美国的 CPI 的一个数据。那这里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昨天 CPI 的一个数据，相信就是说行情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昨天去关注这个市场的话，应该还是会发现整体的波动真的是蛮大的。然后美元在CPI 公布之后就是呈现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然后黄金出现了一个比较宽幅的一个震荡，最终是走下跌，然后到了昨天纽约盘尾盘的时候，然后到今天亚洲盘和那个欧洲市场开盘的时候都有一个反弹上冲的一个走势，对吧？那么今天这些资产还会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呢？第一是即将公布的 PPI 的数据，第二个就是会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决议落地之后的一个行情的冲击，以及鲍威尔在会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通胀数据，其实就100%是接近100%吧，就令市场认为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会按兵不动。那么你说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和黑天鹅事件呢？它会不会降息或者是仍然去加息呢？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我的判断是什么？美联储就应该，或者说大概率它会按兵不动。具体的理由我一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就想法。那么首先啊，你们就是我们先从昨天的一个 CPI 的数据来看，前值 4.9， 昨天的公布值，它的 CPI 年率是直接降到 4%， 然后环比的一个月率啊，也是从 0.4 的一个增速向那个调整到了 0.1 的一个增速，极度的一个下滑。然后核心的同比的 CPI 的一个通胀数据呢，是从 5.5 下降到了 5.3， 你看很明显的在非核心的通胀它的降幅有 0.9%， 但是剔除掉这些非核心的，就是一些能源啊，比较有季节性因素波动比较大的一些物价之后呢，一些商品的物价水平之后呢，它的核心通胀也仅仅下降了 0.2%， 所以呈现的是什么呢？呈现的就是说美国的通胀还是相对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为了就是说让美联储，这里可能有一些阴谋论，就是说这个数据为什么会变动那么大？因为通过一些数据，就是说美联储可以去引导一些市场预期嘛，并且也是让自己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决策和行动能够更让市场和一些经济学家去信服，对吧？我们不至于说这个数据中间有多少的一个水分，但至少说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公布之前，并就是说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它能公布出这个数据，那么它总能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逻辑或者是道理在中间，对吧？它也即便是有水分，这个水分也不会是那么轻易就能发现的，对吧？所以然后在我看来，这是一些必要的一些手段，因为只有在事前去公布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市场的预期才会有一个出现单边倒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昨天的一个 CPI 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同理我们也能想象到今天的 PPI 应该也是什么？应该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的，因为只有 CPI 和PPI 同步出现回落，那么告诉大家或者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些通胀的指标正在回落，所以呢，我既然通胀的指标回落，我美联储在6月份选择不加息是一个合理的，而且是理所应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决定。因为美联储其实在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市场上，他们都会说什么？我们一切的政策的行为、政策的一个决策都是基于经济数据的一个指标，对吧？那么现在他要的理由美国的商务部已经给他了，给他把 CPI 的数据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是给到什么？美联储去按兵不动的一个理由那么为什么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我仍然认为美联储也是会那个选择按兵不动的呢？其实有几个就是说外部的一个线索，除了美国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判断的依据。那么这里呢，我就说相信今天来参与我们这场分享的大家呢，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关注到，2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有外媒放风说什么？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将要在6月18号访华。你看6月18号它是什么日子啊？恰好是什么？美联储公布六月份的利率决议之后，对吧？它有媒体透风，要来中国访问，这是第一点。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访问，就是说访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在这2天外交部发言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第一，我们中方没有认可，然后美方那边呢也没有官方的正式对外公布国务卿的一个行程，说确定了6月18号就会访华。因为国务卿他要访华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今年已经这样的消息呢，就其实传了很多次了，对吧？好几次吆喝着说要访华，但是最终也没有出行。一个是我们中方也就是不接受他过来，对吧？中间有一些就是说国际局势的一些博弈嘛，所以他说访华也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狼来了一些特征，对吧？而且既然代表中美双方的一个官方没有去宣布这样的一个行程，而且是由一个媒体透露的，所以中间的一个水分或者是炒作的一个特征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在美联储将要开会公布决议之前，昨天我们中国的央妈干了什么事儿呢？她干了一件非常在我看来是比较突兀的，就是说比较带有很明显指向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选择性的一个降息的一个行为。他做了哪些降息的一个操作呢？他是将7天的一个逆回购市场降息了，应该是10个 BP。从就是我们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就是那银行间7天逆回购，它的中标利率从2%下降到了1.9%，对吧？这是一个信息。然后呢，在短期利率市场，就是我们所谓的 MLF 中国的一个短期贷款利率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参考指标，包括还有那个 LPR 的这些指标呢，在接近于10个月左右一直没有跳动过，但是很意外的，或者说很恰巧的，就在美联储6月份会议之前，哎，就被下调了。而且你可以在一些财经门户上也能看到，最近呢，一些5大行和商业银行也是纷纷去下调了居民的存款利率。那你想，中国既下调了存款利率，又下调了短期贷款利率市场的一个指标性的利率，那又下调了7天的一个逆回购利率，那么就会让大家联想到，哎，下一步可能 LPR 对吧，就是和我们现在贷款有关的一个参考指标的这个利率，哎，也会下降，甚至最终可能是官方的一个就是央妈直接降息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这样的一些特征啊，那个就是让大家就比较感觉到敏感的是什么呢？哎，我们中国提前啊，在你美联储公布利率这要公布的时候，哎，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政策的行动。那么你反推啊，我们反推一下，考虑到现在中美的一个局势，我们反推一下结果，其实你就能知道，为什么我判断，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反推的一个逻辑，就是来推敲一下，就是美联储大概率会按兵不动。因为为什么？考虑到中美的局势，中方已经在这里选择了一些宽松的一个举措，坚定了宽松的立场。这个时候，对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利差是什么？即便你美国按兵不动，我们中美的利差是不是也会扩大？那美国如果逆着我中方的这个行为，如果美元去选择加息的话，是不是中美的利差会更大？中美的利差会更大，是不是会进一步去破坏什么？我们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然后包括是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汇率，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是不是？那么基于现在本身我们在贸易端和一些国际局势上就本身有一些激烈的一些摩擦，那这个时候如果美联储加息，我们中方降息，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些争端呐，或者是矛盾会更加升级。那么你说，如果我更加升级的话，这个美国国务卿的一个在被外媒所透露的一个访华行程，那是不是势必就不会成立，对吧？就不会成型。那所以就是由这样的一些结论，所以我觉得推敲出，我觉得大概率对于美方选择最合适的一个立场是什么呢？就是按兵不动啊。所以加上美联储所需要的那些通胀指标也是很配合的走低了。基于种种可能，所以我个人的判断，美元在今天就不会出现一个利率上涨的一个情况，所以美联储一定将利率维持在5到5.25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那么你既然维持利率不变，对吧？你在名义利率上已经选择了一个非激进的一个手段，那么你如何去调节你仍然想要去抗通胀或者去引导市场的一个预期呢？因为前面我在这里说了，你剔除掉核心的一些物价水平之后，美国的核心通胀仍然是降幅并不是很明显的，也只是从 5.0 降到了 5.3， 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它本身那个通胀问题还是存在。那么如何去平滑这样的一个通胀还是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的？那很简单嘛，就是在鲍威尔的新闻发布会上去释放一个鹰派的消息，对吧？所以我对于今天整体的一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的一个判断是按兵不动，但是鲍威尔的但是鲍威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定会以一个鹰派的激进的一个言论去引导市场的行情，好吧？这个是我对于这次利率的一个利率会议的一个判断和看法。那么对应到盘面上，这些逻辑就是说我们普通人都能想到，对吧？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散户，作为一个就是散户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韭菜嘛，我们只不过是可能一个高级一点资深一点的韭菜，我们作为一个韭菜我都能想到东西，那么你说这些投行这些机构这些市场中的大鳄他们会想不到吗？他们有那么多人这种投研团队分析团队在背后去输出各种各样的研报做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得到的信息或者是反馈一定比我们更精准，对吧？那么他们既然能，就是连我们这种韭菜都能想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势必一定也会想到。那么他们一定就是当他们想到之后，是不是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些信息和手段啊，去割韭菜呢？对吧？他们既然要割韭菜，那么一定是逆着我们韭菜的这个思路反着来的。所以你说，基于今天按兵不动，但是一个鹰派的一个口吻，是不是？就是对于美元来说，它其实可涨可跌嘛。对吧？如果是下跌的话，那么市场就会说，因为它没有按兵不动，没有加息，所以它是可以跌的一种情况，对吧？甚至说这样的一个预期被市场充分预计之后，市场因为有一个靴子落地预期兑现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元可以继续下跌。然后美元如果上涨的话，大家也可以解释为啊，因为充分计价，然后加上鲍威尔是一个鹰派的一个措辞，为之后的一个加息仍然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推动力的话，那么市场又会去计价美元在未来的一个加息的可能性，然后也能推动美元上涨。所以这样的一个行情它可涨可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么你是做多还是做空呢？对吧？所以它上涨和下跌在我看来都有可能啊。那么对应到盘面上，我们总得有一个预期吧。那么我说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预期，我们从我刚刚一个逻辑上，我们主流判断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哎，美联储因为它的按兵不动，美元出现一阵下跌，下跌到一个相对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又可能会出现反弹，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普通韭菜的一个逻辑。那么如果这些主力想要来割韭菜的话，那么它势必就会在这样的一个韭菜预期，引导这样韭菜的一个预期，并且引导韭菜把相应的一个头寸进入市场之后，进行一个收割，反向收割的一个动作啊。那么结合到盘面上，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元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盘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元从5月份开始逐渐增长往上，888出现反弹到 104.5 左右的一个位置，受到了上一次我们在讲座的时候所提到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看跌的 FVG， 其实你理解为就是一个阻力区，受到这样的一个阻力区压制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个震荡回落，但是很明显在会议之前它回落的势头并不是很干脆，对吧？那么剩下的我们从技术角度的一个手段，我们去分析啊它的支撑在哪。那么目前看来，我觉得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就是在下方我标记出的一个 OB 的一个位置，就是一个看涨的一个需求区，它的位置在哪里？在102到 102.5 左右的一个区间。因为在这个位置它符合了各种各样的机构订单和流动性策略的一些供给需求的一个概念和一个关键的一个多空反转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水平。那么我觉得呢，现在如果对于美元的判断是什么？它跌到支撑啊，在会后声明公布之后啊，啪一轮跌下来，然后再伴随着鲍威尔他一个鹰派的一个措辞，你完全可以在支撑的位置尝试着去建立一些美元的多单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基本面它的分析可能是给到你一个其实可上可下的一个观点，因为你完全从基本面去判断它可涨可跌，并且有的时候行情就是明明是一个利好，它就给你走一个反向。那如果你事后的去认为它是一个预期的一个兑现，所以有一个资金的落袋为安，那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结合技术面的一些特征啊，在一些关键的位置我们认为能够迎来反转的一些位置，我们可以去尝试着减仓啊。所以对于美元，我现在的判断是美元整体可能还会有一段下跌的一个幅度。所以今天美联储按兵不动，加上鹰派的鲍威尔的一个一个措辞，这样的一个预期情况下，我觉得美元相对的可能还是会往下走一些，回到关键支撑之后，它会出现反弹。那么对于我来说，关键支撑在哪？我觉得这个关键支撑就是102到105左右的一个水平，日线级别的一个支撑。好，那么作为美元的一个标杆之后呢，我们来看最后两个品种，一个是澳元，一个是黄金。我们先说一下澳元，澳元的一个走势和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次讲座我有提到，澳元整体应该是个偏往上的一个，就是不太会跌嘛，对吧？那么澳元的确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稳健的一个反弹。那么考虑到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我觉得呢，我仍然是相对比较看多澳元的。那唯一注意的是什么呢？澳元现在它面临的是前期0.6820左右，0.6816左右这个高点的一个阻力的一个压制，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人做空？一定会有人做空，对吧？所以今天我其实对于澳元的判断，我是担心呢，可能澳元借着美元的回落，它可能突破上方的一个高点，但是呢，不一定幅度很理想，直接能够涨到 0.7 或者是 0.72 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可能在突破今天 0.68 这个水平之后呢，伴随美元回到一个关键位置啊，澳元日线级别有可能有一个回调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整体长期澳元不太能下跌，我相对比较看涨的一个背景呢，这样的一个预期呢，我还是存在的，所以对于澳元一个日线级别关键性的支撑，我给大家也画了一下，就是我上这个图表上我所标记的一个0.5左右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在0.66。应该是在0.66左右的一个位置，0.662到0.664左右一个位置，好，所以如果你是看多澳元，你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关键支撑作为日线级别的一个支撑，然后同时如果今天晚上澳元上涨到 0.68 上方的时候，你得观察一下它的一个整体走势的一个延续性，因为现在澳元明显在 0.68 下方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上涨力度逐渐放缓的一个节奏，对吧？你可以很明显，之前上一周啪是大阳线上涨到昨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收了一个上影线。那么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会议，能不能直接突破？就是我相信它突破 0.68 可能没什么难度，但是突破之后能不能守住，形成有效突破，进而加速上涨，这个我觉得还有待商榷。因为当澳元突破的时候，其实美元也下跌破位了嘛，下跌破位到关键支撑，可能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啊。所以，但是你得注意的是，中期关键性的澳元的支撑就是在 0.66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一定有多单和长期想要持有澳元的一个头寸入场作为一个护盘的。然后最后我们说一下黄金，黄金呢，其实从2080这一个高点之后呢，在6月份会议之前，你看黄金是陷入了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结构，对吧？然后它等待是什么？其实等待的就是今天美联储利率的一个决议。那今天的一个决议，它一直没有跌破1930这个位置，一直保持着横盘，但是上方也没有突破1980这个高位。那么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今天就是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方向的选择。那么由于我是对于美元相对是看空的，那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的结论，我觉得美联储今天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的鹰派预期，鲍威尔新闻发布会上一定会传达一个鹰派的一个言论，这个是我对于基本面事件的一个判断，但是这样的一个基本面事件的判断，结合我技术面的特征，我觉得美元还是要出现一段回落的，向下方的关键支撑出现回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利率决议，我的判断是美元应该要走低的。那么美元走低，在我看来呢，黄金就是应该出现上涨。那么黄金上涨，我建议大家唯一要防止的就是说，它今天先从这个位置先暂时跌破1930这个支撑，去扫掉下方做多人的一些支撑，并且诱导一些做空人的入场，将这些人的无论是主动的卖盘还是被动多单止损被动的一个卖盘，都形成什么？形成今天主力去成交他们建仓多头的一个对手盘，对吧？因为主力想要以更低的一个价格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成本位置去建仓的话，那么只有将黄金先打下来，打破1930这个支撑，对吧？这样的话有很多止损盘会出现，它这些止损盘做多的止损盘就是卖出嘛，对吧？并且破位之后有很多人觉得哦，美联储结合一些形式，你如果稍有犹豫或者是以一个韭菜的一个思路的话，你可能觉得哎，今天行情在跌，利率决议公布之后黄金在跌了，哦，黄金破位了，破位之后你要追空，那么你一旦追空，你的仓位打进去，主力啊就成为你的对手方，哎，在那里等着你把筹码啊过渡到他的手里啊，然后加上你看一会儿马上要公布的 PPI， 昨天 CPI 那么好，今天 PPI 可能也不会太差，对吧？ CPI 公布的时候啊 ，PPI 公布的时候黄金先往下砸一波，可以吧？可以，完全没问题，对吧？所以先往下砸一波，然后再马上拉起来。这个就是我的对于黄金的一个判断。那我觉得这一轮黄金反弹会回到哪里呢？从技术面上，我觉得黄金应该会回到之前在1900到2000左右这个位置的看跌 FVG， 也就是看跌压力位置的一个中值的一个水平，差不多在2000左右。那么就是我最理想的是价格回到2000左右。那么保守一些的话，那么我觉得黄金应该还是能够回到1980上方，就接近1990这个位置，好吧？所以这个是对于黄金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呢，时间也挺快的，所以关于今天对于美联储的一个结果的有政策决议的一个结果预期啊，它的利率维持在什么水平，鲍威尔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它的理由结论我给大家分享了，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分析，如何结合技术面去考虑相关的一个资产情况，也给大家那个做了一些分享啊，最终如何对应到我们的交易策略上啊，具体是做多美元还是做空美元，然后澳元怎么看啊，黄金怎么看，也给大家分析了。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就是基于事件驱动的一个行情的策略的一整套的一个体系。那就是我希望就是说大家通过今天这次的分享呢，就是说碰到这种关键事件，无论是非农也好央行决议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都能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和线索，对吧？从基本面结合技术面，到最终落定到你的一个交易策略，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最终有了策略之后，结合你的风控啊，去安置你的仓位，那么就能做到万无一失了。那我这里所谓的万无一失，是你整体有的一个交易行为，你是能够有非常合理或者是一些逻辑去支撑，但这并不代表说你最终一定能够盈利或者是赚钱啊，因为你的风控的一些选择和决策，也会导致你能赚到钱。就像上一次我说的，你看错了方向，做错了分析，做错了判断，但不一定会影响你亏钱，因为你在错误的方式或错误的判断情况下，你也可能会赚钱。但是你做了正确的决策，或者是你的分析真的是和市场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可能会因为一些点位的偏差、止损设置的一些原风控的一些手段，导致你没有赚到钱，提前离场啊。所以就是说这一块，就是大家可能还得多，就是说尽可能多去尝试，多去思考，多去验证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好吧？希望就是说大家在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中呢，都能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收获啊。好，那么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一次应该是在下一次可能是月底吧。好吧，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